请问塑料花是真花吗？假花。可是我们今天啊，老是弄虚作假，事实上是这样，对吧？我不希望啊，说大家呢买不起这个好花、真花，然后呢，也硬着头皮去买。我不提倡这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提倡老用假的来供佛呀。至少相对的世俗地的真，我们还是要恭恭敬敬的。我们说过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是假的，我们不应该执着。但是性空缘起使我们啊面对假花的时候就很尴尬，所以我们要提倡怎么样啊？提倡供真花。但是也提倡量力而行，你说我买不起没关系，买一只就好，一只就好，香，对吧？上一只也好，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即使，对吧？你说我买不起没关系，恭恭敬敬的用心来供养，我觉得也好。但是如果你用假花来供养，用假香蕉、假苹果、假梨、假罐头来供养，那么将来得到的国报也是假的，对吧？也是假的，徒有虚名，没有内容啊，对吧？去捡人家的支票，哎呀，我发财了1000万，人家的不是你的呀，对吧？没有内容啊，对吧？就像那个地府银行那个票子似的，毛了，一看1亿元，对吧？1亿元，我说这给你吧，给你1亿，对吧？可是这东西能花吗？不能花呀，对吧？更何况你老想着上西方极乐世界，那你怎么样？就来点真的吧，来点真的。我们要做实在的事。原来披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所以我们提倡剃金，剃金。原来是烧大宝，我们说不应该这样，把它去掉，对吧？一点点的在改，在改，在改变着。因为我们不改，这是我们的责任呐。到处都是假花，对吧？也曾经一度卖过，但是我们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事不能再干了。因为我们明白了，就不能再干了。如果没明白之前，那可以干吗？对吧？那很漂亮啊，它又不死，也不用浇水的，但是很漂亮。但是时间呢？因缘呢？结果呢？这是个问题。即使你误入金刚妙地，说是假的，真的也是假的，但是你必须在这个假的中完成真的，必须要按规则去做，去负责任，去承担，对吧？那个才会使社会的人觉得佛教徒是面对现实的，是敢于负责任的，不是闭着眼睛欺骗自己，说我不执着是因为你不敢看，是因为你不敢面对，是你不遵守一个规则。这不行啊，在遵守的过程之中不去挂碍。所以说放下不等于放弃，放弃什么原则？放弃我们应该遵守的规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在此啊讲经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告诉大家，同大家一起来分享，改造我们的命运，用佛法来改变，对吧？而且呢，这种改变的过程之中呢，就是积功累德，增长智慧啊，对吧？今天的佛教徒应该说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不敢面对，不敢承担，对吧？老耍滑头，对吧？不敢说实话，不敢说真话。当然了，你如果说为了算大账，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你可以啊权巧方便的撒一点谎啊，或者是这个做一点呢好像是表面上跟我们的信仰相违背的事情，但是从大账的角度来讲还是符合规则的。但是今天没有让你去抛头颅洒热血，没有，对吧？就是让你简简单单的把人做好，那你能做不好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啊，不要再供假花了，要供真花，对吧？我说了，那我买不起更多，我买一只总行吧，我买一只总可以买得起吧。一只我想啊，卖花的地方他不会做买卖，他一整弄一大堆，买一只我想的更好一点，大家都有能力。那么这一分呢就讲完了，那么下面呢讲第13分，如法受持分。
第十三，经文呢是这样的：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于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于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呀。”所以啊，《金刚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算大账，你不要算小账，你不要着相，你要透视相。你如果着相，你还在轮回，你还在挂碍；如果你透视性，透视相之后你感悟到空性，那你就会自在，你就会超越这种局限，超越你顽固的生命局限，那么你会得到一种大自在。真正的涅槃境界就是解脱。那么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是这样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因缘呢，因缘相聚的时候，那么佛说法有人听，有人问，那么有当机众，对吧？那就是因缘汇聚的时候。须菩提听了此经离止无住的意义以及持经的功德之后，持经的功德呀，对吧？这个持经的功德啊，就等于如佛塔庙，对吧？成就道场，对吧？因为还不知此经的经名，对吧？还不知道这个经的名字叫什么，其实不知道吗？知道。知道为什么还问？这不废话吗？问题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要带你问，他不仅仅是带当时的大众问，还要替我们未来世的众生问。这心量多大，我们只顾眼前呢、我们好多事情 不考虑他人呢、不考虑子孙后代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的事，我们只考虑眼前。那我现在合适就好，我现在占便宜就行，对吧？没有考虑远呢，对吧？但是，对吧？须菩提也好，释迦牟尼也好，他们考虑的问题却很久远，未来是众生都会受益。我们今天就是受益者，对吧？所以我们要感恩佛陀。所以啊，向佛陀请教，这部经应当怎么称呼呢？这个叫什么经啊？对吧？我们又怎么样依教奉行呢？那我们怎么样啊？这个读诵此经啊，受益此经啊，我们怎么样啊？对吧？那么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这部经的名字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佛说的，即是指真如法性。真如法性是什么？空性。不是相，对吧？是诸法空相，也是性，真如法性。那么指真如法性如金刚一样坚固，无坚不摧，力啊，锋利无比，对吧？什么都给你
给你去掉，都给你切掉，对吧？自己又不受伤，能断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断，你什么东西来了，对吧？怎么样都摧毁，对吧？但是什么东西摧毁不了金刚？这金刚是什么？空性，对吧？空性，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这部经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指真如法性如金刚一样坚固猛力，不被任何事物所摧毁，对吧？你要如果有了金刚般若波罗蜜了，有这个空性了，我告诉你，鬼都拿不住你，你信吗？神也弄不住你，你信不信？我告诉你，你应该信，这佛说的，不是我杜撰的。所以说，不被任何事物所摧毁，而能够摧毁任何事物。什么叫事物啊？现象界，那你见到的，你没有见到的，都能够扫荡一切，摧毁一切，无所畏惧，对吗？坦坦荡荡，对吗？为什么？因为你有金刚般若波罗蜜，对吧？这个般若波罗蜜才是重要的，就说明这个般若波罗蜜就像金刚一样那样猛力，那样坚固，无坚不摧，对吧？摧毁扫荡一切妖魔鬼怪邪魔外道，对吧？六道轮回的一切障碍，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怎么样，而且感受啊，感悟啊，对吧？什么叫一切事物？就是现象界中的你能够见到的，你不能够见到的。就像有人说，鬼神你见到了吗？见不到，见不到那无所畏惧，对吧？你有般若波罗蜜，你还怕什么？那么因为这个名字，所以呢，你就应当信受奉行。就是因为般若波罗蜜，你就应该信受奉行。什么是般若啊？大智慧到彼岸，大智慧去转变，大智慧转变的过程之中，就是金刚的坚固猛力。转变怎么转变？不是大杀大砍，就是你来了我不动，就是金刚。你来了我不在意，你来了我无所畏惧，你来了就能化解，对吧？所以说这就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须菩提呀，佛陀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实在就是能够吸引众生迷途知返，离苦得乐。说你在迷茫的时候怎么样啊，你就回家了。所以陆游诗里面，他本身是个佛教徒，那么说山穷水尽疑无路，对吧？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像绝路了，绝处又逢生。因为这绝处怎么样啊，你一回头就如意。什么叫回头呢？就是你不执着就是回头，你若执着就是不如意，就是不吉利，对吗？很多人就是执着，对吧？很多人就是挂碍，所以呢人生啊就很痛苦。你执着的时候，你不能，不但不能迷途知返，同时呢你也不能离苦，你也不能得乐。那你执着就痛苦，对吧？你说一个人有本事，这个人又会修电脑又会修汽车，对吧？当然不能不会啊，但是你会多了怎么办呢？所有的人都找你干活，所有的人都找你，哎呀帮忙吧帮忙，你不好意思啊，自己累得贼死亡活的，自己在抱怨，啥也不会的人那很轻松很逍遥啊，对吧？那你说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呢？好事就是坏事，坏事也许是好事，对吧？什么都不会不行，什么都会也不行，对吧？所以怎么样啊，真正会的就会佛法就好了，自在啊，对吧？身体累一点，那心里很快乐，帮助别人自己有用啊，要不然的话你没什么用啊，对吧？所以立此假名，般若波罗蜜也是假名啊，
对吧？你也不要是当真呐、啊，只说般若波罗蜜，那也不是般若波罗蜜。就像有人说，哎呀，我信佛呀，哎呀，观世音菩萨，哎呀，整天那样，那就不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是观的是本质，不是现象，没让你着相，对吧？你观这个声口音啊，你观这个声音之后啊，让你去观它的不实在性。不实在性，不可得性，无常性，没有主宰性，啊，自在了。所以你也可能成为观自在菩萨，对吗？你一旦看见观世音菩萨了，哎呀，你就执着啊，恨不得上去去亲观世音菩萨一口，或是拥抱他，那有什么用呢？对吗？你的认识就有一个误区啊。所以你喜欢，然后你还要喜欢。观世音菩萨这个表法是什么意思，然后你才去相应，这个很重要。立此假名，随着不同的众生而为不同的众生说说法。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啊，你是农民，咱就说产地，对吧？产地怎么产，种地怎么种，工人，对吧？制造机器怎么制，对吧？那军人，对吧？在战场上怎么去面对？为不同的众生而说不同的法，但是都是般若波罗蜜，对吧？能是固定的吗？不是啊，对吧？那么为佛教徒这种特定的出家人是什么样的这种定位？对于在家的居士是什么样的定位？而且即使出家人不一样，即使在家人也千差万别。对吗？那你们去私下里，你有很多好朋友，那你问，你看他家跟你家人口一样吗？不一样啊，位置一样不一样啊？从事的工作一样吗？不一样啊，对吧？喜怒哀乐一样吗？不一样啊，性格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对吧？但是他们都可以因为般若波罗蜜而改变，对吧？不会说，哎，我跟你不一样，那没办法，那这个鞋就只能你穿，我穿不了啊。对吧？这可以穿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可大可小的，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如果佛法是死的，那就是定法。如果有定法，佛终究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永远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而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固定不变的般若波罗蜜可以取着呀，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啊。而且这个智慧道别啊呢，不是固定的，每个人呢，这个出发的那个点不一样，所驾驭的工具不一样，所面对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呢，对吧，都可以因为般若波罗蜜而得度。所以般若波罗蜜是活泼泼的，因为法本无说，心也无明啊。法本无说，无说就是你说了那个不是真正的法啊，你要去靠悟啊。今天说是文字般若，文字说什么？说实相般若啊。今天我们说文以载道，它是工具，它要到哪儿呢？成佛实相般若。但是最关键的是观照般若，哎呀，你要去感受啊，去感悟啊，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啊，怎么样利用好这个工具，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者的境界。所以说法本无说，心也无明啊。心是什么？清净心。法是什么？法是不可得法。你要学不可得的法，你也要不可得，不可得空。有人说，哎呀，不可得了，我怎么办呢？你在可得中训练不可得，心里的不自主，对吧？那么心也无明啊，心是清净心啊，它不是妄想心啊，一会儿想南朝，一会儿想北国，一会儿想儿子，一会儿想女儿，对吧？那是什么？妄想心，对吧？当你想的时候，想了缘不执着，就是清净心，对吧？你不执着，你想有什么用啊？你能替他吗？替不了啊。所以冷静点吧。所以说心也无明，
对不对？如饮饮水，冷暖自知啊。所以你读了经，听了经，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因缘，般若波罗蜜去转变，去改变，对吧？去幡然醒悟，去恍然大悟，对吧？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啊？如饮饮水，冷暖自知啊！大家听了经之后啊，觉得法师啊讲得好啊，法师讲得对啊，正好说到我心里去了。那有的人就不一样啊，有人睡着了，对吧？有的人不一样啊，有人是这个法师讲了，也没有讲怎么发财啊，对吧？这个我也没听明白啊，因为他的目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跟佛法不相应，因缘不具足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不可强求，但你能说他明天后天就没有因缘吗？不是固定的，所以你也不要去轻视他，对吧？你也不要去彻底否定他，说你啊永远都不行了，不一定啊，对吧？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行啊，对吧？最终的慢慢的感悟啊，感悟啊，最后的明白一些个感悟了，明白一些个这个滋味了，最后的能够把这种滋味布施出来，在布施的过程之中，这个滋味越来越浓，都需要这样的过程啊，对吧？那么须菩提啊，在你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说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什么问题？如来有所说法吗？对吧？那肯定有人说，哎，如来肯定说法了，说什么？说金刚经了，对吧？法师肯定说法了，讲法了，讲什么？讲金刚经了，对吧？但是你在这里面看呢，须菩提就回答佛陀说，佛陀呀，如来无所说法。我告诉你，让你一下就傻，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佛法，对吧？佛法在这儿呢，妙不可言，让你悟的不是一种现象，是本质，是本质。你看那个人在走，我跟你说，佛陀说那个人没有在走，因为本身那个人呢，他就没有这个人，对吧？那个走啊，是需要一个因缘，需要有个路，需要人，需要人告诉他。那你说他是不是缘？缘他就没有一个自信啊，所以就没有人在走啊。说在走的时候又没有人在走，你说你能服气吗？你说这人分明在走，你怎么说就没走呢？我当年一样跟别人抬杠，是明明有好有坏，他瞪着眼睛说就没有好没有坏了，我不服，我也不服。但事实上你若知道有好有坏是定法，是执着，是轮回，如果你不执着，不执着说从缘起完成的啊，是由各种条件组成的，那这个就不实在了。那这东西有也好，没有也好，我不在意，我无所谓，那你就自在了，对吧？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改变呐、啊。什么是修行？修行就是改变，改变什么？改变你原来的那种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行为，对吗？那么最后的你的命运就改变了，你的生命质量不一样。所以这个过程啊很艰难，我们很多时候完不成这个过程，我们天天装模作样的在外表上装得很像道貌岸然，实际上是内心世界呢说白了一片沙漠，里面没有水没有草，没有庄稼，对吧？最后的白忙活了，对吧？东一下西一下，最后心里的一片茫然，妄想纷飞，烦恼重重，对吧？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来无所说法啊，这个就是须菩提回答的。那么佛陀又说了，须菩提啊，在你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又进一步问了，如来没有说法，对吧？然后又说了，说你怎么看待？看待什么？是三天大千世界的无一尘算不算多呢？你三千大千世界把它化成微尘多不多啊？多啊，多的没法算。怎么须菩提回答说非常多。我告诉你，世间的游戏规则佛在说，须菩提在认账啊，多不多啊？多啊。那你说不多不多你不正常，
在多的过程之中你不去执着，这很重要。我们今天啊，哎呀，没有好没有坏，没有男没有女，心里头自己欺骗自己，对吧？你要面对有，但是假的不上当理，假的就不执着了，对吧？假的你就自在了，对吧？所以说要面对它，去消化它，去解决它，对吧？你不面对你怎么可以呢？当然你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怎么样啊，你就面对去了，最后的眼睛也不够用了，对吧？身不由己了，那不行了，对吧？所以要做好准备，对吧？要给自己充电加油，对吧？穿上铠甲，金刚的铠甲，然后你到哪里去你都不怕被伤害。那这个铠甲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对吧？所以说须菩提说啊，非常多啊，什么多啊？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多，对吧？佛陀，那么下面又跟那个须菩提讲说，须菩提啊，这些微尘实在是因缘聚合的假象而已啊。是啊，这个地球本来是由微尘组成的，人是由微尘组成的，就是对吧？分子原子甚至是极微细极微细的那么微尘组成的，那么组成的这个身体它是合合的假象，对吧？合合的假象大家也知道啊，你今天有因缘合作成为一个什么呀，男人女人，然后怎么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一期生命的结束，这个聚合的这个假象怎么样啊，又散了，散了又去重新聚合了，重新聚合了又散了，散了又重新聚合了。地球啊，若干年前也就是对不对，一片沙啊土啊各种各样的东西聚合了，因缘成熟了，有树有山有水有动物，对吧？事实上不都是因缘的重新的打乱，重新的组合，重新的组合又重新的打乱，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住坏空，成住坏空的过程吗？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说这是因缘聚合的假象而已。你也是，我也是，对吧？你不要认为你不是，你要不是你就不正常，你要不是你跟佛法不相应，你要不是你就苦恼，你要不是你就轮回。那我们说承认我们是，我们就有可能从这轮回里边走出来。因为怎么样啊，你可能会伤感一阵子，哎呦，我原来怎么就是假的了呢？本来就是假的，你刚开始伤感，哎呀，我也不愿意是假的，可是最后弄明白了还是个假的，所以你就终于明白了，那你就怎么样啊，不要在意了，不要在乎了，所以你就自在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因缘的假象，所以啊，如来所说的微尘不是具有真实不变的实体。所以微尘呢，是事物最小的那个单位，所谓微尘你看不到，不是实在的，对吧？那实验室里说夸克一亮就过去了，变成能量了，最小了变成能量，那原子核打破了，打破之后变成能量了，对吧？那都是物质，对吧？物质是可变的，都是变成一种能量，对吧？所以说不是不变的，只是假名称作微尘而已啊，对吧？假名叫做微尘，对吧？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也是假名叫做人，假名叫做猪，对吧？所以有人消化不了，所以说这个人笨呐、啊，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跟猪似的呢？这个人就很痛苦，这是猪笨呐、啊！我跟你说，你要在意了，你就受伤了；你要不在意啊，你就自在了。这个自在就是解脱了。你要在意了呢？轮回了，事实上是这样的呀。所以我那天我在报纸上看说这家伙不如狗啊，对吧？但是狗是讲规则的，不能糟蹋狗，有人不如狗啊，对吧？事实上是这样的呀，狗多忠诚啊，对吧？你看人忠诚吗？人不忠诚啊，对吧？当然我们说是一部分人，对吧？那不是所有的人，
人是要忠诚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孔老夫子说的。我们的佛教徒要三规五戒，它是讲规则的。我们今天如果不讲规则，完了，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呀。我们为什么要三规，要五戒，要菩萨戒、八关斋戒，就是在规则中来成就自己。你没有了规则，你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说缘起，对吧，即只是你不要认为它是一种束缚，它是假的，但这个假的对于我们修行是有帮助的，所以这种假就要借假修正，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很认真，很负责任，对吧？不是很痛苦很挂碍，对吧？是利用这种因缘来给自己考试，对吧？让自己过关，让自己合格，对吧？而如来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也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实无自性啊，对吧？哪一个世界，哪一个星球是永恒不变的？没有，对吧？我们自己要面对现实的时候去考量，今天我们在地球上东掘一下西掘一下，弄点煤，弄点油，整点矿物，整点铁，对吧？弄水，最后的地球会怎么样？肯定会坏，对吧？肯定会坏，毫无疑问，对吧？如果你要说地球永恒，你不是佛教徒，地球就会坏，而且现在正在坏，对吧？生存的环境越来越艰难，对吧？那天我记得大家都记得漫天飞舞的是黄沙，对吧？为什么环境变了，对吧？原来哪有这事啊，对吧？那怎么生存是个问题了，对吧？所以说环境在改变，都在改变，对吧？也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佛教啊是最理性了，它是这个东西啊，有生成就会有坏，对吧？有生就有死，有长就有断，对吧？有来就有去，有美就有好，对吧？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没有你就没有好就没有坏，对吧？没有生就没有死，对吧？所以我们在回向的时候，花开见佛，悟无生。什么叫无生？说你不执着就无生了啊，因为那是缘聚则生，你不执着这个缘聚的一个实在性，那你就自在了，你不执着它了，无所谓了，对吧？那你就完成了你对生命这种局限的一种改变，那你就自在了。今天因为你闻到佛法了，你再去做佛事，那不一样，对吧？你就像一个人，你没有听过楞严经，你没有看过楞严经，你听见楞严咒，那肯定不一样。你去念完了之后，你消化了之后，你再去读楞严咒，那你摄受力就不一样了，对吧？不然的话，那就是盲修瞎练，好的东西被糟蹋，对吧？那么，如果说它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的，我们就说它空无自性。什么叫空无自性？没有主宰性啊，是假的，对吧？都是假货，你也是假货。我告诉你，这个假货和我们说那个假货不一样，对吧？假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个假货是相对的假，有真的你非得仿造，然后你那个偷工减料，对吧？然后你的质量也不合格，工序缺少，最后的假的，对吧？就像旅游鞋，据说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对俄贸易，对吧，弄了一批旅游鞋弄过去，一个星期坏了，所以人家再不跟我们做买卖了。谁坑了谁啊？自己坑了自己，对吧？我告诉你，自己把自己害了。如果你当时对人家就很真诚，这不是好的，我不卖给人家，那你今天，我告诉你，那市场都是我们的，对吧？事实上我们自己把自己害了。所以想一想，命运掌握在谁手里啊？自己。不要说人家不买自己东西，是因为你不卖给人家好东西，你现在就卖给人家好东西，人家不相信了，对吧？所以前面的人把财发了，后边的人呢遭了殃了。
那么它就不是真实不变的，是一个假名的三千大千世界而已，这是假的，不是真实的，一直都在变，一直都在变的东西，你又怎么能去执着它呢？所以你不执着它，你就解脱，你执着它就是轮回，就是一念觉一念迷呀。所以你想想，简单吧？简单，难呐，对吧？大家已经习惯了，你如果不执着，就好像我很窝囊，就像别人说这件事发生了，如果我不发脾气，别人认为我很窝囊，对吧？问那你发好了，对吧？燃烧的火总会熄灭的，对吧？你要考虑到结果呀，你考虑到结果呀，你不一定非得燃烧啊。但我不燃烧，我冒烟也行，那你冒烟你还不如燃烧了，对吧？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在我们的观念里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对吧？老是去对比，在对比中迷失自己，迷失这个学佛的方向。我们活在比量的世界里，比量是假的呀，你怎么可以认假为真呢？所以呀，佛陀就说，须菩提呀，在你的意思是怎样的呢？继续问，逼着须菩提来回答，可以就三十二相上去见如来的真实面目吗？对吧？这个后面就有三十二相啊，大雄宝殿里更有三十二相啊，对吧？大家都执着这三十二相啊，对吧？甚至有一居士不远千里跑到北京，这有几个说，你看，他有一相，那胸前有一万字，对吧？这个都是假的，你那万字也没什么用，对吧？这个时候，须菩提就回答说：“不可以呀，佛陀，不可以凭借三十二相的相，去见如来的真实面目。”不要认为这个人长得很好，就说哎呀，这个人像弥勒，那是不是弥勒啊？不一定，对吧？我告诉你，大肚子可能小心眼，对吧？个子高可能心量小，对吧？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当然，个子小也可能心量不大，它不是定法，不应该说你别误会了，说个子高心眼小，完之后就好像反衬我这个子小心眼大，不一样，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不一定的，你不要误解，我可不这么讲，我也不敢这么说，因为没有定法嘛，对吧？所以说不可以三十二相去衡量去见如来的真实面目。为什么？因为如来所说的三十二相是为了度化众生而示现的因缘假象。度化众生啊，示现，我比你长得漂亮，对吧？你看着我可爱，我跟你说你就信了，对吧？我比你有优势，对吧？有地位，我出家了你就佩服我，对吧？你就觉得学佛这件事真的可能有好处。要不然你说他这么优势，他怎么就出家了呢？他怎么就学佛了呢？他能够吸引别人啊，他有优势啊，对吧？所以只是为了接引众生的一种方便示现而已，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因为谁都知道这三十二相随着八十岁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完成最后消失了，对吧？尽管我们今天在佛像上怎么去用功也好，怎么去加工也好，最终的所完成出来的依然是一个过去的影像，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像。我们只是怀念佛陀，怀念佛陀所说的法，把它放在那里，用以来提醒我们，来警醒我们应该去对佛法负责任，对自己的信仰去负责任，对吧？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整天的跟他讨价还价，弄点东西往那放着，说你呀帮帮我吧，没帮你就生气了，我那天给你送那么多供果，然后你怎么不帮我，对吧？那他又不是贪官污吏，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吧？那不可以，如果那样的话不麻烦了吗？对吧？所以说大家要清楚啊，不要误解，对吧？如果你误解了，应该也是暂时的，不应该长此以往的误解。如果你长此以往的误解，对谁是伤害？对自己。而你把这种观念呢，怎么样啊，
自以为是，到处去传播好心办坏事。很多人就是这样弄了一些。我今天早上上店之前，我到那个店里，到那个事务处一看呐、啊，很多经书啊，乱七八糟的，不是什么正规的东西，都往那放啊，热心的送啊。可是那些东西啊，很可怕呀、啊，污染呐、啊，你好心呐、啊，你办坏事啊，对吧？所以印什么经啊，对吧？大家以后啊，冷静点，理性点。现在我可以告诉诸位啊，很多经啊，都在自己家里的睡觉呢。印了是不是合适？有几个人看，都是个问题，难道不是吗？的确如此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个能够使大家受益的，又能够维持它的纯洁性的，对吧？权威性的这样的东西，应该说当务之急。不然的话，我们印多少书都是睡觉呢，或者都扔扔垃圾站了，你觉得合适吗？更何况那些书籍又没有权威性，不纯洁，对吧？那怎么办呢？污染呢、啊、污染呢、啊、所以浪费钱呢、啊、对吧？浪费生命啊，对吧？会误导啊，这个大家要考虑啊。所以为什么说菩萨说，我在做这件事不仅仅我受益，我要让更多的人受益，我要让后代的人都受益，这就是菩萨，对吧？那么不是菩萨会怎么样呢？我给你钱了，我给你供养了，我把书印出来了，你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你爱看不看，你爱受不受影响，我管呢，反正 你干坏事又不归我管。那这不是菩萨呀，菩萨要管，菩萨要管很远，对吧？菩萨放生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众生有一个归宿，不能说你放完了都被人捞走了，然后你是佛教徒，我想不是吧，对吧？佛教徒要考虑，不是为了放生而放生，要是通过这种放生跟众生结缘，改变自己的心，利益更多的众生，我想这个才是最好的发心，菩提心呐、啊，对吧？不然的话，那你就错了。所以啊，不是如来真实的法身离体空性，三十二相只是应化身，应众生之机而示现，比众生优越，众生看了之后欢喜，众生之后呢，看了之后欢喜，就愿意听他讲，愿意呢听他开示，所以这是跟众生拉近距离，接引众生的一种方便，但它不是离体空性，不是法身，也不是报身。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怎么样啊？你要皈依法身，你要皈依报身，对吧？当然你也可以因为化身而完成皈依法身，因为化身，因为这个应化身，对吧？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应化身上面，你停留在这上面，你的生命就是局限，对吧？那么你的思想就是狭隘的，对吧？你就没有办法去突破你认识的误区，对吧？那么你自然而然的，你还在轮回的世界里。只是假名称作三十二相而已啊，三十二相非三十二相，不是实在的，如果是实在的怎么会没有呢，对吧？所以是假名三十二相，不是真实离体空性，对吧？不是以法为身的法身佛，所以大家要清楚，法身佛无始无终，对吧？应身佛有始有终，有始有终还是轮回，还是一个局限。所以下面又说啊，佛对须菩提讲啊，须菩提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用恒河沙数那么多的生命用作布施，对吧？恒河沙数，对吧？用这个恒河里面那些沙子那么多那么多无量无边的那么多的身体和生命怎么样啊？来做布施，
对吧？我们可以用自己啊，去发菩提心啊，利益众生啊，对吧？这个财施、法施、无畏施，那么这么多的生命去实践布施，怎么样啊？就不如有人，就不如啊，两者之间去比，一个是有相的布施，对吧？恒河沙数那么多的生命，就是你无量劫来你的轮回，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一直在做这布施的事，你就不如有人只从这一部经典中信受奉行，乃至哪怕只是其中的四句偈的内容，并且为他人解说，使他人也能够通达自性空的意义，那这个不一样了。那么这个人所得到的福德胜过用恒河沙数生命布施的人，请大家算这笔账，算，明白？因为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得到它，但是很难消化它，也很难去为别人讲说，也很难让别人也服气也受用，是不是这样的？是，对吧？所以这是无相的。为了完成我们的法身离体慧命，也就是法身慧命，对吧？那这个账大家一定要算清楚，对吧？我们今天太过于着相，对吧？太容易算小账，算小账要吃大亏，对吧？尤其是面对我们今天还能够面对《金刚经》，还能够听《金刚经》的法，来共同来感悟《金刚经》的般若波罗蜜，那我觉得今天大家应该倍加珍惜，不可以浪费，对吧？不可以这个糟蹋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所以大家怎么样啊？算账算大账，不要算小账，对吧？以上十二分，就是这是这次是这个十三分的经文的大致的意思。那么以上啊，我们讲的十二分钟啊，就是《金刚经》第十二分，已经比较了财施与法施的功德，财施的功德很有限。法师的功德无量无边，对吧？此分则是比较内身布施和外在的法师之间的功德差别，对吧？内在的，对吧？我们用生命去布施，和我们外在的《金刚经》，哪怕四句偈为他人说，对吧？依教奉行了，为他人说，使他人也受益，这样的一个比较。那么前一个佛陀已经表明了，前一分钟啊，这个十二分钟佛陀已经说了，受持般若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最尊最贵。般若嘛，就是智慧嘛，大智慧，因为空性而有，凡有经典所在之处，如佛塔庙般的崇高，对吧？经典所在之处如佛塔庙，对吧？就像佛在那儿，塔庙都在那儿，或者像这个造塔造庙那样的功德无量无边，对吧？那么应受一切世间等众恭敬供养，对吧？所以你做这样的功德，对吧？就应该受到一切世间，就是说三界护法善神，六道众生的恭敬供养。那么逐渐受持般若者为第一尊贵。为什么第一尊贵？因为那是佛母，因为三世诸佛皆从此出，所以第一尊贵。所以说传布般若经典的处所，既有佛分身千百万亿随之示现，对吧？那讲《金刚经》，那么这一个地方就会有怎么样？诸佛菩萨的千百亿这个分身示现。当然，这种千百亿依然是化身，当然你依然看不到。当然，也有佛的法身呢，也有佛的报身，当然你看不到。看不到，并不是没有。
如果你跟空性相应，你就能够感悟得到。哪里没有佛呢？哪里都有佛，对吧？佛无处不在，只是你无缘相识，无缘相见，所以你不能够因此而说我见不到就没有，对吧？我见不到它也存在，但这种存在是跟空性相应的，是因为我具备了这种空性的缘，所以我能够感悟到佛的这个千百亿这个分身呢，我能够感悟得到。第十三分显明如法受持般若第一地金刚具足，显示第一地，第一地就是什么？就是空，对吧？因为你能够如法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你就能够完成对于现象界的束缚、执着、轮回，而改变了这种轮回之后，它的一个内在的第一因缘就是第一谛空，对吧？因为空，你就改变了这种局限，所以我们感悟到原来般若波罗蜜如此殊胜，如此微妙，对吧？它如金刚一般。金刚什么意思？它具备坚强啊，无坚不摧，明光明，力锋利，三种意思。那么所谓的坚，就是能破坏一切，一切呢，有一切，所以呢不成佛。那么如果你现在这个空性，金刚能破坏一切，对吧？那破坏一切没有，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但它不是断灭，是我们在有上能够不去执着，不去挂碍。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懂金刚，不懂金刚就是没有这种无坚不摧这种境界，会怎么样啊？会觉得一切都有，对吧？有鬼有神，对吧？有天有人，有阿修罗，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我们就耿耿于怀，对吧？尤其对我们未知的世界，我们执着，我们挂碍，我们恐惧。尤其当我们面对某种诱惑、某种这个错误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更是恐怖异常。这个时候，因为你有了一切，有一切你就不会成佛；没有一切，你能成佛，对吧？所以你有，恰恰有了这个就没有那个，对吧？没有了这个就有了那个，所以这个比例大家去分呢，也就去算账，对吧？我这一切相全没有了，所以你就成佛了。你要是有这一切相，你就成不了佛。大家好好算这笔账，对吧？硬着头皮也得算这账，硬着头皮也应该不执着一切相。记住，不执着不是不面对，当你面对的时候，随缘不随便，对吧？放下不放弃，圆融不圆滑，对吧？负责不负担，这是一种训练，这就是修行，对吧？要不然你就极端，从一个边儿走到另一个边儿。哎呀，原来执着有，现在呢？哎呀，执着空，啥也没有。我闭着眼睛一闭，哎呀，我没看见，没看见，不是你没看见，只是你不敢看，对吧？所以说这是个误区，所以大家要清楚。所以呀、不成佛即是执着有相，对吧？明呢，即破一切黑暗。什么是黑暗？烦恼就是黑暗，贪嗔痴就是黑暗，对吧？狭隘吗？钻牛角尖吗？对吧？蝇头小利吗？老是算这个，对吧？所以说光明破一切黑暗。什么是光明啊？就是智慧，啊，就是觉，或者我们说就是空性，对吧？空是坚的，无坚不摧，对吧？所以坚是金刚，无坚不摧，最硬的东西我都能把你坏掉。所以空也是坚，空也是明，这个空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个空就是金刚，
这个光明能够破一切黑暗，所有的一切狭隘啊、局限啊、痛苦啊、烦恼都是黑暗。所以说能破一切黑暗，那么这是名利锋利，刀斩就断，利锋利无比，斩下去就断了，立竿见影，对吗？马上就见分晓。那么这个利什么意思？就是指空，就是指般若波罗蜜，对吗？就是指金刚。就是指破邪显正，假的，假的，对吧？假的你还在乎吗？当即立断，所以就显正了，对吧？所以不被现象界，不被一些个影子呀、妄象啊，这个所左右、所迷惑，当即立断，无所畏惧，所以就是那个。立竿见影，把它铲掉，把它用刀把它斩断。那么既把天魔外道邪知邪见都斩断了，对我们最诱惑，诱惑最大的还不是地狱恶鬼畜生，还不是鬼神，对我们诱惑最大的就是天魔，对啊，很漂亮，很美，很享受，什么东西都有，满你所愿，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对吧？一个铁的一个手铐，铁的锁链，你会觉得很痛苦，会觉得很无奈。但是，如果给你换上一副金的，那你心甘情愿。现实中不就这样吗？有人弄个脚环，有人弄个手环，这什么？这心甘情愿啊，他觉得很玄妙啊，对吧？事实上是这样，很多人往往还是局限，对吧？所以我们愿意心甘情愿的被这些东西所束缚，所以怎么样啊？我们要改变这种观念。当然，你别是听到了我的所说，就觉得这东西不带了。如果你愿意带，没关系。对吧？你在带的过程之中，你去感悟一下，感悟一下这个东西是缘起的，是没有自性的，对吧？你也因为这样一个手镯而成就了你的修行，这也是未可知的。你不要认为带了就不好啊，没有好，没有不好，执着了就不好，不执着就好。当然了，你也不要带着的时候到处说我不执着，我不执着。谁知道你执不执着？又没人问你。